我可以帮你们拿吗？我可以帮你们。好。你先帮我帮你们。OK 啊，大家 OK 吗？广州要不要讲一下，算不算是圆了你彩妆师？圆了你彩妆师，有。上一次才刚讲完说，希望有一天可以当彩妆师，所以今天就你这机会帮那个朋友画了一个口红，跟那个气垫粉。那第一次这样，如果自己当彩妆师的话，有没有想过要想好什么艺名之类的？因为人家彩妆师都可以变成英文名，自己有想过吗？老师之类，应该是美美老师，美美老师，广美，你姓孟吗？啊，广美不是。广美好像不对，对有吗？那边有请广美老师呢。不是有人叫广美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哦，不认识，我只对突然一个一个联想。广美老师今天是不是很紧张？我就感觉你今天整个活动下来都非常的紧张。没有，今天真的，因为我一出汗，然后我就想，哇，这样出这么汗来这个出席一个这个美妆的品牌，会不会这个有点？因为要跟女生近距离接触，所以这个生理反应特别的明显。没有没有，今天就是单纯很热，很想，对，很想要冬天早点来。最近的那种妆感越来越多，就想要跟艺术近就比较男性的形象。没有没有没有要比没有，我今天因为蛮少参加彩妆的出席，所以今天也蛮觉得蛮新鲜的。然后感谢厂商，还有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就是在就是女生身上上妆。那刚刚在帮女生擦口红的时候，感觉技术非常纯熟，是平常就有在练吗？技术非常纯，没有，我刚画超过了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小时候蛮喜欢看我妈涂口红的，就觉得好像是某一种女生的一种在我心中的形象。然后，对，所以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口红会联想到我妈妈，所以也会蛮注意女生涂什么口红。那最近金马奖名单公布啊，其实心情有没有受到影响？帮我们讲一下。金马奖，其实第一时间是那个渠道跟我说，他说广众就是说我没有进复选，可是我觉得蛮，我其实不会没有什么得失心，因为我觉得，那是第一次参与电影拍摄，然后又写了一首主题曲，然后觉得很受大家喜欢，我觉得这就已经值得了，对，以后还有机会。